接下来是鬼哥的歌，然后要由我们的八三幺来诠释《北风和太阳》。欢迎八三幺。Hello，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八三幺。其实今天在这样的场合，让我们觉得还蛮超现实的，因为其实一切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还是好像没有发生。那其实我们认识鬼哥大概有我自己是最久了，大概十年了，从我们还是音乐幕后的工作人员的时候，那时候帮鬼哥做制作。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鬼哥对我们，即使我们还不是台上的表演者直到后来我们发片鬼哥在节目中对待我们都是一如往常的亲切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是小菊跟我写给鬼哥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北风和太阳》。谢八三幺，谢谢。哦，厉害厉害厉害！这哎，这个歌哦，后来就是哦，他们写的哦，写给小鬼，然后他们就也唱了这个歌，这样啊、哦。对，等一下有一首歌我蛮期待的，哪一首？就是我不是康秋吧？他离开的前几天，然后跟黄爸爸讲说，他很想要找我拍这首歌的 MV，、okay. 因为他想要就是。那个想法是想要从我从花莲出发，然后来台北打拼的一个概念。等用你的故事来放在他万喜康秋榜里面当故事的主轴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其实都还没拍，然后但是鬼哥那天离开的时候，黄爸爸就来跟我讲说，我不知道他的遗愿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的是鬼哥跟我讲说。他希望林柏森可以帮他完成《我不是康秋榜》这首歌正式版的 MV。对他真的很喜欢音乐，你知道吗？各位一起来欢迎黄鸿升的一个乐团，叫做 TAT。过去这七八年间，我们一直站在鬼哥的背后，看着他的背影，跟随着他跑遍各个地方办演唱会。那我也看到很多现场支持他的粉丝们，那我代替鬼哥谢谢你们。那对于我们 TAT 的人来说，所有的人来说，可以跟着他到大大小小的舞台，然后帮他写歌做专辑，甚至于他一直鼓励着我们要站到台前，让更多人认识我们。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个他的鼓励，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然后讲话给大家听。那对于这些，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激，而且觉得非常的不真实，仿佛这些太超现实的快乐都是鬼哥借给我们的。
那虽然鬼哥已经回到他的星球了，但是我相信他今天一定有到现场来看看各位，来听大家唱给他听的歌曲，然后讲给他的话。那我希望大家跟我约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鬼哥的努力跟付出，他的善良跟亲切，还有他对音乐还有艺术的才华跟天分。想他的时候就把他的歌放出来听，然后把他的节目或电影放出来看，那不要难过，想笑的时候还是要跟着他的笑声大声的笑，好吗？约定好了。明亮双眼撩魂，无星空无眼空拢无怨无恨，我着你袂影的心酸，为着阮付出青春。